伊都台东路亚由76公里长的团城发通天气，本专家复杂而名做磁松团城。喺国内外的复杂观测团城发通过重要的天气，其中台东磁松当年板块细微的情形真下面。故说乡公所打算要来成立团城天景专区，结合教育团观光，也个计划也得到合肥飞机餐厅家庭爱全额补助经费来天数推。通也给提防整体建设。亚洲溜到欧洲，企图 LR 板块同菲律宾板块夹击后，哈维菲作为王玉珍，直到正面形势又神奇。顺风的游乐器材每一笔板块金运通，当然成果强强未买三公分。此双雄的经验存也大卖，喺亚哈世界方团成发通心态，外表一定鲜明的色彩，引起中央研究院同国际学者重视。韩国对19年前实施三个五 A 气候变形测量仪器天气观察，亚哈自从香港所每几天将夜空天景特色结合商业文化，可以打造团城天景文化园区。我们具体规划内容，当然有断层的一个地景文化，然后由我们哈港影在这个地方，以及加上池上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产业文化。我们有把解说团队有做他们的一个整个驻点呐、驻点来这个地方做服务。亚丰发展团城文化区传统天景学术旅游的计划，范围包含推1974年的庆丰、景园同万豪园三座总统，可以带动整体商业景界规划，每得到哈维菲的肯定，会全力支持。一方面，生活环境的改善哈，那个打造安尼客家庄的特色，这部分哈差不多900万。个人呢，安尼客家庄的商业的那个平台，安样来建设哈，啊初步哈，你看到哈，差不多会800万哈，会补出两方都也差不多1800万左右的哈，我会全力来协助。此双乡公所表示，一下发动全国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已经同意批出此双游客中心，未来会做团城体验教育、观光同商业的多媒体中心，主题当地的进行的团城专区，当地生发演出工厂，整合商业同观光部分的工作，每位的喊你专业开始，按双国特年初做的提供学术观光的服务。客家新闻启用尊推动报道。